你知道闷得很不舒服，你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对啊，很晕。对啊，再回来，我就是热闹，看着瓜哥叫奶哥。我也有一次看着雷凤姐叫新梅姐。这整套呢叫做亚伯尼木糖醇系列，就是我今年夏天沁凉酷凉的法宝。就来看两边的温度，这支二七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木糖醇系列的二四、二三点九。